好家伙，走快快！祖国的邓老师跨年演出成功，礼物是代表全体最高雅艺术的运动员及教练。非常欣赏郭老师相声作品，证明郭老师是甲族共赏的好艺术。你来晚了，他们早就发现这点了。谢谢送我这些烟袋。估计不便宜了啊。好吧，这个也不这么说相声，不是这么吃的啊。这打高尔夫您放哪儿了？我在那儿呢。啊，您受累吧，得了。这个老花钱我就不合适，因为还有好多观众人都看着了。这个没完没了，不是？当然了，您送礼物我们是万分的感激，是，但是也要考虑其他观众的心情，对吧？哦，你花钱了，别人没花钱就不合适了，对吧？谁不合适？今天是德云社跨年的演出，是什么叫跨年？这场演出就是从今年说到明年，哎。一晃又一年，是岁月穿梭催人老。嗯，我这都快39的人了。我的生日是1月18号，阴历是腊月15。您可记住了，自己花钱不合适，请自行选择礼物。谦哥比我大几岁，对，对吧？一月我就行，谁记着你呢？今天晚上多说点，让大伙高高兴兴。嗯，这么多年来，您各位支持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相声艺人，嗯，无以为报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谢谢各位。而且也要感谢于谦老师，这是为什么？哥俩合作10几年，一步一步走了今天，您不容易。哎，客气。当年也是很优秀的体制内的专业相声演员，还加一体制内的，就说明您的品的有不同的阶段。啊，好歹我改了。哎，这么多年来跟着我风风雨雨，嗯，受了很多的连累，没有啊，应该表示感谢。您这个人是非常的好，您过去，在我心中于老师就是一个君子，这个人没有任何缺点，心眼很善良，你先当人，不说谎，不是对谁都妥当。郭老师，哎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来个避雷针。哎，这个人没有任何，你先等会儿吧。他是一个好人，别说了，夸我，您来一避雷针干嘛？说谎是要遭雷劈的。谁让你说了？这个人非常的行了，就别说了。我说的是实话，还实话。啊，其实于老师为什么能跟我合作这么长时间？嗯，关键一点是人家不在乎钱。你想，您客气。你说相声的很少有合作一辈子。嗯，两人打起来了，分了手了。哎呀，我们这个艺术追求不同。嗯，那都是骗人。哦，就是因为结账的事儿，分赃不均，谁多了谁少。别说这么难听，不是就是这点事儿。其实是这么回事儿。哦，谁多了谁少了。嗯啊，到最后真有这干股差气，不跟你合作了，分手了。哦，但是于老师跟他们不一样。嗯，他认识我的时候，人家家里就很有钱。没有，实话我见过你，你别不好意思。干嘛？这大家都知道，于老师当初也拍电影，嗯，也做广告，也做主持人，是，而且也做生意。嗯，所以当年合作的时候，我是一贫如洗，人家家里边不敢说金山银山，但是日子过得相当的好。哎，还可以吧。他家里有个专门放钱的仓库。有个搁钱的地方啊。有一次上他去，就是也高兴喝点酒，嗯，德纲你来。嗯，旁边有间房子一直锁着，我没见过那屋。是，打开门一进，我进去我都傻了，怎么了？满屋子是钱，一沓一沓，从地上码到这么高，一摞一摞的啊，这么厚，都是新的，都是新的，每一张上面都印着玉皇大帝。哎，哎呀，这得烧到什么时候啊？不光烧，我们一条龙服务。
我是殡葬商店的，是吗？太有钱了。那也不能净是名利。哎，其实钱多钱少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人活一世四个字，身心健康。没错，有个好身体是最主要的。德云社后台我们经常说这句话。列位出来进去啊，注意衣服啊。脑袋有汗都擦擦汗啊，别感冒了。对，一句别感冒了，在别处不叫事儿，是我们后台不行。一个感冒一串儿，对，天天见面人也都在一块儿摆着号，人一个感冒一传是一堆人啊。对，必须这样。前两天就这么说啊，还传上了。哦，还有病的，头阵感冒了，嗨，侯爷，头阵大伙都知道啊。这个我们的师弟，对，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，侯家的侯震。啊，他父亲呢，因为不干这行，所以外界不太知道。是侯耀中先生，哎，大爷，哎，他的三叔呢，就是我的恩师，是侯耀文先生，哎，他的二叔呢，看看报纸去吧，哎，报纸上有，啊，这相声世家侯震，前些日子就是感冒，哎呦，传到后台都是我倒这根儿，我谁？侯震传的，哦，去查去，上医院看。噔噔噔噔上楼进屋，大夫，感冒你看看吧。你这个多喝水，注意休息。完事你配一副眼镜。哎，戴眼镜什么事？看清楚了，大夫在三楼，我是会计。哎，会计跟这废什么话呀？保爷，我们后台还有一个人，谁？高峰。哦，高老板，好多人都知道，都知道高老板。啊。脾气很绵软，是心眼很窄，做事好嘀咕。哦啊，侯震是拿病不当病，高峰是没病也是吓唬病。哦，老觉着，哎呀，师哥，你最近不好受，是不是内脏癌呀？哎，嚯，有内脏癌吗？这天天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！我那天跟我说，我可能够呛了。哎，我太阳穴疼的都不行了，这儿疼，一摁就疼啊！哎呀，心前区疼啊，这儿也疼，嗓子淋巴这儿也疼啊！哎呀，我说你快查查去吧，什么病？手指头折了。哎，一摁哪儿都手指头疼啊！包括于老师前一段时间身体也不是很好，我也有点病。于老师其实没有大病，我咽炎，就是咽炎不算大病。古往今来，很多古人也曾经得过这个病。古人谁得过咽炎？比如说李莲英，李莲英得咽炎，咽完了发炎。哎，不注意卫生。你等一会儿，李莲英那个跟我这是俩地方。对对对对啊，是有区别，还是他是在小作坊，你是在协和。哎，这嗨，没说看病那地方吗？这不是一个地方，不是一个地方啊。其实大夫跟他说了，说这个不叫事儿，普通人无所谓，但是作为演员来说，把咽炎治好了是应该的。那当然了，您踏踏实实吧。是我干这行很多年了，哦，加上您这个手术是第217例，嚯，我也很希望能成功一次。哎。一回都没成功过，来吧，推进去吧。啊，推进去了，我们在那儿等着呢。是啊，一个多钟头推出来，一瞧精神状态很好，没事儿，也苏醒过来了啊，跟我们打招呼。嗨，成功了，这样这是失败了，这按李连英这么做的了，这个。所以今天能跟于总管一起合作。哎，行了，别起名字了啊！他没有大病，他的身体好之极，还行，没事，还自个儿调养啊。是啊，哎呀，买那个牛腰子、猪腰子、羊腰子，净吃腰子，买了鲜的啊。回来之后做一盆，拿清水啊，搁在锅上煮。哎呀，哎呦，整个楼道闻不了，是跟尿一个味儿啊。还吃了个生蚝。哦，有谁告诉他说吃生蚝对身体有好处？是啊，我在楼顶碰见他了啊，买好些生蚝。哦，我说你吃这个啊，我得吃。哎，上楼了，一会儿下来，我得看病去。怎么说话？怎么了？就难受之极。我说怎么的？肉不新鲜。什么肉？啊，不是，打开盖之后，生蚝那肉不新鲜，还得打开盖啊。我连盒一块吃，吃俩都不行了就。吃一个死过去了
这个人很可爱啊，还是可爱。这个说的是身体啊，说的身体。还有一点，身心健康，心还有心态很重要，心态一定要平和，哦、不要争名夺利，嗯，不要一天到晚胡琢磨。哦，人家一辈子说实在活一百岁的没有几个人，是跟谁较真儿，其实都是跟自己过不去，难受啊。心态要平和，就跟咱们这行是一样。嗯，老争，哎呀，我得怎么样？你得怎么样？能怎么样？是好好说相声，有人看你，大伙儿支持你，拿这个钱养家糊口就得了。哎，什么叫艺术家？嗯，身体好是艺术家。哦，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，嗯、你把那三个人熬死，你就是艺术家。嗯、你算算你。你坚持吧，八九十岁了，对吧？那仨都在盒里边了，你完全有话语权啊，张不了嘴了，是不是啊？身心健康是挺好。哦，还有的朋友们，有的没事愿意祭祀神佛的，哦，有什么各自信仰的，嗯，其实也挺好。哦，这也好。人有一个信仰是非常好的，嗯，踏踏实实的，不管什么宗教，都是劝人向善，教人学好。没错，您没信什么是吧？我还没有。哎，挺好，你就信我就行。嗯，信你就信我，我就告诉你句真话啊。啊，佛在哪里？哦，佛在心头，佛不在庙里。心里？哎，佛在心里边，不在庙里边。嗯，那是两回事儿，是吗？啊。你包括好多地方都供着各种财神爷，是。其实说句良心话，基本上都是胡来的。怎么叫胡来呢？财神分多少种呢？啊，文财神、武财神、比干、范蠡、嗯、赵公明、关云长，都是财神。嗯、有文有武的，搁在哪儿供？怎么供法？你要真信这个，人家有一套规章制度。哦，不是胡来呀，就是您常去的那个，那个洗头房。嗯，谁说的？我怎么常去洗头房了？我看里边贴着你照片呢。没有，有数那几次。哎，最佳消费者。没听说过。洗头房，嗯，拐弯去，我没去过，打门口过，我瞧洗头房里边供着官而已。那儿供，这不胡来吗？怎么？关云长什么人物？嗯，亘古一人，忠义无双，千里走单骑，是秉烛达断，真君子，财色不爱。没错，不近酒色，你让他给你看着洗头房。哎你说你好不了，好不了，全拦外头了。就是啊，说良心话，这个不管是什么神佛，我们没有任何诋毁之处。咱们说这个事儿啊、哦、啊，不管是金的、银的、铜的、铁的，各种的神像，嗯，您记住了，在工厂里边叫活哦，商店里边叫货，哦，只有到你的家，你花了钱了，它才叫神呢。这怎么个意思？工厂里边啊，得扣模子呀，啊，上机床，咣当咣当，一个个得出啊，得做呀。工人们，张师傅、李师傅。那批活完了吗？没有啊，这倒霉活都累死我了。活，嗯，商店叫货，怎么？哎，我要那批货来了吗？哦，等会儿快到了，一会儿三轮车拉来了啊，四十个佛爷拿绳子都捆着呢。哎，好，只有你花了钱请到你的家中去，他才叫神。哎，啊，他会告诉你做好事儿，嗯，好好上班。哦，他可没让你不上班去啊。是天天给财神爷烧香，保佑我吧，保佑我出门捡一钱包。嗯，出门捡一钱包，是你是痛快了啊？丢钱包怎么办？对呀、啊，对吗、你供他，他让你捡钱包；嗯、你不供他，他让你丢钱包。哟，这是黑社会的啊！我也是黑社会，所以说嘛，啊，对不对？佛在心头，不在庙里。哎，对啊，但是对咱们来说，咱们有财神。哦、咱们也有财神爷，我们也有财神爷，我们也信这个，是吗？我的财神爷是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是您各位。哎，这有吧？我上哪个庙烧香去，我都不如好好说相声，一点不假啊！对得起您各位的每一张票价，比什么都强。是啊，不能迷信，迷信两个字怎么讲？嗯，迷迷糊糊的就信了。哦，就这么解释啊？包括一点说相声的，嗯，也有算卦的。哦，算命算命。那天碰见说相声了，哎呀，我得算个卦去。嗯，让人给我算算，马上相声大赛了，算算能拿几等奖。哎，嗨，我一听这是个外行。是啊，按说相声的规矩来说，拜师的当天一定要请到算卦。哦，按江湖道上来说，说相声的、变戏法的、打碗卖艺的、跟算卦的，我们是师兄弟，是同行。啊，你好多相声艺人小子说学相声学不了，这孩子怎么办？得算卦吧。哦，我们这是一辈儿是一回事儿，是哪有自己人骗自己人的道理？嗯。是不是啊？当然，我们也很多老先生都算卦，嗯，包括
德云社去世的前辈张恩世先生。哦，张先生也。张先生都学过算卦。哦啊，他那会儿有时候没有演出，你看他们家门口摆一小桌子，来一个这么高的竹筒，里头搁一把筷子，钱筒子，这算卦，嗯，一毛钱一卦，我收钱，便宜吗？嗯，八十年代那会儿，净老太太找他算卦去了。是，先生多少钱？我掰着肩膀，嗯，一毛钱，啊，一毛，哎，抽一根吧，嗯，抽一根给他，拿过看。哎，你今天六十二，属猴的，往南走有财运，往北走运不佳。给毛钱？哎，这就一毛啊！啊，他说灵吗？嗨、哎，什么灵不灵的？一毛钱听唱也值了。没听说过，净这个。这又来一个，张先生，您给我算算吧。啊，你打算干嘛去？我不知道干嘛去。嗯，你想上哪儿去？我想回家。好，家走。哎，这就完了，打回去了。嗯，也别说有灵的时候啊，真有灵。有一回张先生跟着算卦，来、一大个儿。我算了，算了，我下一步怎么办？哦，他那会儿心正乱着，是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？哦，一句话就豁了。怎么呢？这大哥十年刚放出来，还行，刚打监狱出来啊。嚯、我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啊？啪，打上了，大嘴巴打了张先生脑袋都快算去一半了。哎呀，这卦真灵。怎么呢？把他打坏了，又判了十年。哎呀，就这么灵的，哥，我都骗人。见人，不过现在还好哎。嗯，大伙儿也都知道了，上当不多。嗯，但是老太太们还是有，老太太有信的。比如说于老师的母亲，我妈姓赵，这应该代表中国相声界感谢于氏家族。为什么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素材。哎，谢谢。既然您都这么鼓掌了，咱们听听吧。你看你这个渴望的样子。谁呀？别说这事儿，过去老太太净对了，嗯，包括他们家从他姥姥那会儿就信，哦，一直信。解放初期北京城信那个什么呀？嗯，一贯道。哎呦，那可害人呢啊！一贯害人道嘛，就是他姥姥信那，后来政府取缔了，不让信了。是，但家里边他有这个遗传。哦，到他母亲这会儿，嗯，老太太也信，还信。哎呀，信的都不行了。哦，关键有一点，信到最后有点走火入魔。哟啊，是逮什么信什么，那就叫魔着嘛。而且来说，有了病不吃药。不打针，不上医院，那干嘛？就是吃香灰。香灰还能吃？无论哪个庙啊，来二斤香灰，哎呦，弄回来拿水和和、啊，上锅一蒸，吃了。还蒸香灰那边能吃吗？是。老太太吃完之后肚子多难受，哎，哎呀，就赶紧吃药，是往下打了它，嗯，拉出四盘蚊子香去。哎，我妈肠子也细点，对，脏。废话，是有拉蚊子香的吗？后来又有高人给出主意啊，嗯，说你最近不舒服是吧？哦，我给出一主意，怎么着？你最近这个病，你得吃点儿人肉。什么主意啊？这听的话听多瘆得慌啊！吃人肉是吃家里人的肉，还是亲人的肉？吃亲人的肉。哦，话说的简单呢，搁在谁心上也难受。可不是吗？夜深人静，老太太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边，眼泪啪嗒啪嗒，难受。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，人都说月牙像月老，月老他交给我提个刀就把人杀。谁说的？哎，让我拉亲人一块肉，是我哪下得去手啊？这都磨上刀了，这都是自己的骨肉。是，话虽如此，嗯，吹毛过呀，这哟什么话？日本人呢？拿到记录。好，看着床上的亲人啊、眼泪哗哗的。于谦，亲生骨肉，我呀。儿子能拿一刀吗？您说下不去手啊？可不是，老伴儿，啊、哦，少年夫妻老来是伴儿。对，我能弄他块肉也不行吧？儿媳妇，哎，你先等着，没这么睡的，知道吗？有这么并排睡的吗？家里边装修那也不成，装修就跟一个炕上您凑合，这没有这么凑合的
哦，哪儿这么睡的？哦啊，我说错了，说错了，是错了。行，您媳妇儿在这啊，哎，于谦在这，老头在当家，还是不行。有个帘儿，有帘儿，啊，有一个帘儿，那还差不多。有一道布帘子，哎，啊，于谦隔开，把我。就不能把我隔开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啊！你爱着你媳妇儿啊，好吗？老头在这边啊，老太太，哎呀，心里难过呀，啊，难过，下不去手啊。就说是，哎，老头子不行，儿子也不行，是啊，这玩意儿怎么弄？这是啊，孩子们，拉你一刀，拉着心里这滴血，真是，是不是啊？旁边这就躺着你父亲，啊。我真一刀下去，我怎么对得起你爸爸？真是，你爸爸在四川去，到时候真见了面，不对，怎么着？现在这边，我四川，这不是躺着呢吗？哎，这个是父亲，还俩人啊，这还有一亲爹，你在云南？哇，这三口子，我闹不清你家这事，我没那么乱。你甭问，问了心里也是病啊。我不问才是病呢，这玩意儿。开始拿着刀，嗯，下不去手啊。老太太，泪悲哀，老唱点点的珠泪，我洒下胸怀，亲生的，噔噔里个里个噔，儿有媳妇，儿子哎，我这怎么嫁还呀？下不去手，噔噔噔里个里个噔，这个里噔里噔里个噔噔，这老太太多才多艺，劲头大，没听说。这手拿着刀怎么弹起弦儿啊？嘴里啊啊！老头不行，老头儿子不行，都不行。一回头看见儿媳妇儿啊，唉，金莲，小潘金莲儿，我媳妇潘金莲儿，早叫不是叫、啊、叫金莲吧？金莲好听，金莲好听。哎，你媳妇儿大家闺秀啊！哎，坐起来了，嗯，好、哦。哎，傻丫头似的。刚睡迷迷糊糊了，那就这么说话。哎，揉揉眼睛啊，这行了。还这样，这什么样的？那你别学这样。完了，刚睡着就叫我啊，讨厌，真是。公公叫完，婆婆叫，让人叫吧。什么乱七八糟？这叫什么话？把他老爷子给噎背了。什么乱七八糟？我都没听说过。你睡得太实在了。哎呀。感觉我全不知道，这是太实在了啊！哎呦，生日啊，什么日？老太太喊：“哎，出来！”出门，娘俩电子铃要出来了。老手了，我妈这出来啊！喂，爸，给你说点事儿啊！娘俩全叫嗓音。哎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也不能出此钱儿有胡子呀！说捋什么胡子呀？有身份吗？有身份就是，没听说过。不要脸？当然不要。谁有这么长胡子？就是胡说了啊！哎，短的也没有，短的也没有，没有没有啊！我们正式说，老太太没有胡子，多新鲜！没有胡子。哎，孩子，有点事儿跟你说，就说是媳妇儿乐了，说吧。哎呀，我媳妇儿有胡子，咱你家就有胡子。我爸爸有胡子还不成吗？生日，哎，还不如有胡子呢。这，说这个孩子啊，这个我虽然说是你婆婆，也如同你的亲妈是一样的。就是，你妈得了病了嘛？啊，人家说让吃点人肉，是拿人肉做药引子。嗯，孩子，你感天地，气鬼神啊啊！你给妈妈来点肉吃吧，做工作啊。哦，你要哪儿的？哎，干嘛还挑地儿啊？哪儿都行，哪儿都行，闺女啊，随便给点就行。哦、好，别的，你干嘛呀？这是脱裤子？脱裤子干嘛？拿肉啊？拿不了那么些。接过刀来啊，没事。哎呦，真拉呀！得有个六七斤。嚯，这一腿才多重啊？多多岁儿串出来啊？哎呦，你妈接过来，眼泪就下来了，心疼啊！太肥了，没去。就别挑了，这我能看看那腿吗？哎呀，一样，知道吗？媳妇说：“您先吃啊，先吃，等这边扣班了再给您拉这个。哎呀，
翁阳走，兄弟。哎，好，就剩骨头了这回。哎呀，我老太太眼泪都下来了啊！到厨房把肉洗了洗，切好了，倒点团粉，过油炒出来，搁俩土豆，搁一把干粉，哎，是焖出来，来碗米饭，全吃了，哎，全吃。他饿了，这吃完提着牙，哎呀，真好啊！还好，但不知唐僧肉是什么味道。我妈老妖精是吧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！吃完这人肉，身体好了，真好了。也逮谁跟谁说啊？第一啊，第一是我儿媳妇儿、哦、笑话哦。第二来说，神佛保佑。这是我之前拜拜神佛了啊！我还天天的是上外边烧香，我应该在家里边烧啊，这自己啊，我应该跟家里边烧香啊。好，我得请个佛龛。哦，请佛龛，请佛龛，这么大小佛龛是带门，里边供着佛呀。哦，北京哪儿买？哪儿？潘家园。潘家园买佛龛？哎，潘家园、嗯、各种那个做木材的东西都在啊。哦，到那儿去买完了，做好来紫檀的，好木的，太精致了，到了钱就、嗯、都不行了。是，哎呀，闲人闪开呀、啊！闲人闪开我呀、啊！没听说过，还有这么粗的声。出来，老太太站在街上，大车，哎，哎，这就来回来去变范儿啊！我拿着这车、啊，车停了，坐在车里抱好，毕恭毕敬是啊，回家。司机看着，嚯、哦，老太太买，哎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打了话，一句话就急了，吃了你啊，吃了你，会说人话吗？那也不能说吃了你，我看。知道吗？供佛爷的，对，这脾气真大，对不起老太太，多少钱买的呀？是一句话又急了，怎么可能说买吗？哦，不行，这是情。嘿，一点都不端正，真是情情。好家伙，老太太真厉害。那个多少钱请的？是一提钱他心疼了，啊，这么一破玩意儿，啊，他妈的八千，什么？是，嗯，嗨，大伙儿喜欢相声，我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，啊，要嫁给于谦，嗨，给郭德纲生孩子，哼、嗯嗯，那咱们仨就好好过日子呗，嗯，怎么仨？还有个日本的，还有个印度的了，啊，对，好几个呢，还有啊，对，准备咖喱去、哦嗯，喜欢于老师是对的，啊，因为于老师在品性方面是这份的，您又捧我了，人很好，您客气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啊，于老师连洗头房都没去过，这叫什么品评标准呢？您现在说洗头房，好多小孩都不太了解啊。二十年前、啊，那是一个深受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。哎呀，这叫什么喜闻乐见？有一个小房子，有玻璃窗，有一小门，哦，点着一个粉色的灯，都熟悉。里边坐一大姐，大姐，她说她是美容美发的，嗯。你把他那屋拆了，连一把梳子都找不着。对，人家不用那工具。嗯，那个地方很多相声演员都爱在那待着。是吗？他们说在那儿是采风。这叫采风啊，有利于出新作品。嚯、哦、但于老师没去过。我不去那地方，单纯善良。是吧？他都不知那地方干嘛的。我这单纯吗？他从那儿就走过去了，都不知道，非得那大姐敲窗户喊他，还叫我噔噔噔。嚯、哦、玩会儿吗？好家伙，谁玩谁呀、啊？这个这么粗的声啊！于老师走过去能吓一跳啊！嚯，多少钱？哎，别问价了，这我不进去，我问什么价啊？我认识说相声的人里边就俩人没在这个地方待过，还有一谁呀、啊？那个人叫孙越。哦，孙越我知道，跟岳云鹏说相声那个胖子，对，可胖了。那有将近400斤。差不多，他没去过，他也是单纯，进不去。哎，对了，门太窄。嗯，他让人家出来，人家大姐不出去。怎么？我们这个行业没有露天作业的。对，没害，没有这词儿，没有啊啊。所以说，于老师是真正的正人君子。啊、还可以，于老师这点特别好，是吗？重情啊，重情是对的呀。6岁就爱上了他的表妹，啊、这叫什么重情啊？不懂事儿，表妹叫绿茶，绿茶婊啊，这词儿我们知道。表妹说不行，怎么不行、啊？我不能嫁给你，是吗？因为以后我要嫁给王子。怎么就非嫁给王子？我的意中人叫独孤孤独咕噜嘟子。哎，您跟他说那就是我。嗯，
表妹说我因为吃饭啊拿筷子拿得远，这就嫁王子啊，所以嫁得远要嫁给王子。怎么说的呢？果然越拿筷子越远。是吗？到后来两根筷子接着一块儿就这么拿吃饭、哦、长大后果然嫁给王子了，嫁给炸油条的了。哎，对，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筷子。嗯，这个谦儿哥在跟嫂子结婚之前，嗯，只是正经交往过一个女朋友，这不也很正常吗？叫彪子。哎，我那女朋友叫彪子呀。哎呀，这彪子挺好看的。是吗？就是腿呀、啊、有点罗圈。哎，对，嗨、哎，那叉车车模那是。嗯，没事的时候还喜欢化妆，化妆 喜欢戴花。嚯，戴着一圈一圈的各种的花。是，谦哥领他走了街上，谁看谁问，是给谁送花圈去啊？什么花圈的呢？两个人是挺恩爱啊、哦，我们俩还挺好。找一个喝甜水的地方，这一坐，水吧，每人拿着一杯黑珍珠的奶茶。前几年流行喝这个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能坐一下午，就这么爱看。大杯哦，有一吸管哦，叼着吸管，俩人是吗？嘟。哎我们这是喝呢还是吹呢？这个开心呢，嘟！哎，呛着了，彪子一下呛着了。是吗？这点黑珍珠顺着鼻子眼儿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太恶心了。这个满桌子都是，就这么些个，把谦儿乐的那还不乐。你瞧这别捡呐。哎呀，呵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玩了，多恶心的。这个彪子看不了了，他也恶心了，夺门而出，人家跑了，谦儿赶紧追上去，我给追回来啊，把门夺回来啊。彪子抱着门跑的，合着我说叫夺门而出呢。这最后两个人也没有走到一起。那走不到一起去，彪子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。走吧，过客也是客，该接也得接、嗯、好，我这接客来了是怎么？接完了过客之后啊，后来遇见了嫂夫人，哦，就我媳妇儿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，是莫错过姻缘，这是老话。俩人感情真好，我们有基础。到现在谦哥开车带嫂子出去，嗯，无论到哪儿一停车，他得先下车给嫂子拉车门，这绅士风度很棒，多好啊。告诉您各位一个窍门。什么窍门？如果您在停车场看见一个男人主动拉车门，嗯，只有两种可能。第一种是，第一，这个车是新的。哦，第二呢，这个娘们是新的。嗨，反而得有一新的。哎呀，嗯，真是特别恩爱。哦，自从他们结婚以来，嫂夫人几乎承包了谦儿哥的所有工作，就不让我干了，洗衣服啊，买衣服买鞋，给他弄这弄那个的，哦，就拿他当废物那么养活着。什么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就这么恩爱啊。恩爱可以。我们在外边演出，谦儿哥讲话，我很久没有花钱了。怎么呢？嗯，不需要我买，都是他替我买好了。这多好啊。这一回头看见剧场门口有一老太太啊，摆摊卖自己织的毛线帽子，这小生意，谦儿哥掏钱买了三顶。我还买帽子。哎呀，有日子没花钱了。嗯，再一个我说帮助帮助这老太太，照顾照顾生意，挑了三种不一样颜色的帽子。都什么色啊？一个芹菜色的，嗯，一个韭菜的，哦，一个青萝卜的。好，我买仨绿帽子，回家照着镜子挨个的戴。这不都一样？嫂子看着呢。嗯，其实你不用买。不用买什么意思？你说一声就行。没听说过，有这么逗的吗？非常的恩爱。我们挺好的，俩人特别的好。嗯，刚才在后台脱掉演出衣服换，哦，于老师一换裤子我都感动了。感动什么？他两口子穿的是情侣裤衩啊。其实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回来。哎，你快少来这套啊。你给我说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情侣裤衩？嗯，哎，就别想，瞎编不行。我是听高峰说的。好嘛，就瞒着我一人呢。高峰听他媳妇说，他媳妇听我念的。怎么那么转圈啊？这，我们是一个大家庭。
反正就说明人家这个恩爱。行了，我们哥俩这些年来，说句良心话啊，就算有什么别扭，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事情，如何如何，只要嫂子一出面，马上就摆平啊，他能解决。哎呀，我心里又别扭，我跟谁打架了，或者工作上不顺，只要找到嫂子，是嫂子一定会说服我。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词儿听。嗯，你换个词儿不行？换个词儿是也是这点事儿啊。啊，当然，嫂夫人有别的事儿也会问我。啊，都可以问啊。打电话，你上家来一趟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哦，多忙我也得去。那是啊。到这儿一敲门，嫂子出来了。嗯，一看嫂子穿个超短裙儿。什么天儿穿超短裙儿？在家里怕什么呀？再一个也不是很短。哦，到哪儿啊？到锁骨。哦啊。那不叫超短裙，那叫假领子。那个上头这个边儿啊，在这个锁骨的上头。是我问下边，在锁骨的下头。这不还一样吗？进来了。嗯，谦儿哥呢？嗯，你来的正好。哦，刚走。刚走啊？刚走叫正好啊？你吃饭了吗？嗯，我说没有。哦，来吃豆腐吧。什么吃什么吃什么豆腐？红烧豆腐。哦，哎。给我切了一盘金华火腿，这是韭菜。嫂子，这是什么呀？嗯，这你都不认识？什么呀？有一腿啊！对，你们俩这事儿非搁明面上说呀？这，你们避讳着。吃着喝着啊！我给你包饺子，还吃饺子？老话说得好，嗯，好吃啊，不如饺子。哦，好玩啊？怎么着？不如饺子？哎，这。不如包饺子。没听说过，哪有这么逗的呀？吃着喝着，嫂子，您找我什么事儿？哎，说正事儿。嫂子眼泪下来了。嗯，就哭了。我要问你，你跟我说实话。哟，怎么了？中国人有句传统老话，嗯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。嗯，我是拿你当我亲兄弟一样看待。怎么回事啊？说你们不管你们台上开玩笑胡说八道，那是工作。嗯，但台下我是真心实意的疼你。哦，兄弟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问你，跟我不，您怎么了？就对对，你赶紧说，怪可怕的，这要吓我一跳。什么事儿，嫂子？嗯，我也问别人，别人反正不太清楚。对，你就说，只有他跟你是发小。嗯，从小一块上学到现在。是，你可不许瞒我。你赶紧说。不是，您别，你越说越瘆得慌，我不吃饭了。你告诉我，你想问什么呀？你就告诉我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们上学的时候，嗯，他是不是也每天晚上睡觉前吃黄豆？对，你提这事儿干嘛？您这前后还都勾着，您这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听我说相声，你一定每段都得听。是啊，要不然人家都乐，你不知道因为什么。行，你问这干嘛呀？我也愣了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嗯，嫂子，汤汤汤汤汤跟我一说，我是哭笑不得。这事儿怎么说呢？你们可能还记得于老师上学的时候哈？啊，记着，十斤干炒黄豆，不用再说了。嗯、三盆凉水，你看，你记这干嘛？这个好习惯一直延续到了结婚。哦，还坚持着呢。他吃惯了。哦，开始嫂子说你为什么这么吃啊？他说我们说相声，我们得说得唱，是要用气。哦，吃黄豆是为了补气。哦，这是补气，嫂子就信了。是啊，可是列位，他补气，气多了他还漏呢。是啊，都漏了。这个早晨六点半，谦哥准时漏气。我都定了点儿了。嗯，叮当当当当，令叮当。大的令，大令定当，我放出一副板儿来，合着。高峰那会儿就是根据他这节奏练的。大令定大，六点半准时放。哦，七点差不多能结束，半个小时。他媳妇儿呢，得到七点半才醒过来。好家伙，熏晕了，一睁眼，哎呀，哪儿那么大土啊？你想啊，一脸的豆面儿，呵，好。我这磨磨呢，我这。哎，你们都吃过那小吃驴打滚吧？嗨，可别，都多恶心！您这就差不多是那样。先打磨打磨。哟，耳朵眼里还有一整黄豆。好家伙，嗯，别吃了，没嚼碎的。哎呀，重新来一遍。前天就这出，后来嫂子上医院检查，有轻微的脑震荡。好家伙，
的，你这怎么弄啊这玩意儿、啊、后来就求他能不能不吃。对，不行，咱小的习惯现在不吃受不了哦，必须吃，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吃、哦、哎呀，后来他媳妇给他跪下了，跪下求你去出去找个外遇好不好。哎好，有这么干的吗、嗯，怎么央给都不行，非坚持。媳妇儿真生气，嗯，你就这么放吧。干嘛？早晚有一天把肠子放出来。好，解气呢，他这气话。嗯，他哪能听你这个呀？不信呢、啊。照吃不误。嗯，现在技术提高了，不用那个脸盆喝水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桶装水，整一桶。这顶三盆。每天晚上一桶水，哎，十斤炒黄豆。哦。媳妇儿骂街呀。是。你就吃吧。啊。早晚有一天你把肠子得放出来呀、啊、解着恨的，早晚把你的肠子放出来呀、啊、别老说这个不管用，一晃多少年就过去了。哦，这天早上起来他媳妇儿给他做北京的小吃。什么小吃啊？卤煮啊，就卤煮小肠，这就北京人吃这个。嗯，猪的肠子嗯炖出来的叫卤煮。嗯，洗着肠子骂街。嗯，你就放吧。嗯，早晚有一天你得把肠子放出来、哦、我老说你也不信。嗯，这我媳妇干嘛这么阴险啊，这个老说他也不信。是有肠子了，这有什么用啊？我把这个扔在被窝里边啊，他一害怕不就改了吗？好嘛，拿出来都擦干净了啊、嗯、一整挂猪肠子，好，78斤啊，70多斤，这猪才多沉呢。嗯，哎，哦，背着这猪肠子啊，进屋，嗯，撩开被窝啊，走你，哎，好家伙，能把我从床上顶下去，对，盖好了被子，嗯、哎，媳妇儿出去了啊，上外边包蒜包葱，嗯，看着表，6点半了，哦，听屋里边。叮当，嗯，怎么还疑问的呀？这个门一开，于谦的脸出现了，煞白，是，不要进来。哦，啪，关门了。嗯，又过了30分钟，门打开了。啊、哦，于谦一身轻松。哦，媳妇儿、嗯，原来你老吓唬我说把肠子放出来。对呀、啊，根本就不信。没这事。今儿个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真放出来了。是啊，不过你不用害怕。怎么？我把它都塞进去了。我去你的！后来呀、啊。没有连着的，您这个一说一乐，没错，不用较真儿。哎，啊，相声嘛，听完就是为了开心。嗯，当然也有那个个别的观众找过我，说什么？郭德纲、嗯，我就爱听那个不乐的相声。啊啊，我们家七辈儿啊都没有好人，什么意思？我就指望听着相声啊把我教育成好人了。哎呦，我就希望听完相声、啊、让我哭得眼泪汪汪的，我才开心了。是啊，我救不了你。您这是拔牙的时候伤了前列腺了。好、啊，牙根长太深了、这个。我的能力有限，水平也一般。嗯，能让观众开心快乐，我就觉得很知足了。这挺好的嘛。啊，这个其实也是谢谢您各位对我们的支持。对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、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相声怎么说好？雅俗共赏。哎，我们经常说这4个字，雅要雅的那么俗，嗯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这就是辩证的关系。无与你焉有何花，这话好啊。嗯，当然有的时候也确实有人玩命指责必须要雅如何如何。嗯，其实有的时候他有的人他给你提毛病啊，提意见，他不是希望你好，那是他是为了逞他的能啊。哦，你干这行你说怎么办呢？是全场好几千人一个乐的没有，我们还干不干这行了？就说是，对不对啊？嗯，雅俗共赏、嗯、我们也不是不行，是努努力每一句话都用文言来说。嗯，那明天就没饭了呀，就没人听这，得考虑大部分观众的口味。对，你比如我，哎呀，我跟于老师我们俩好朋友啊。什么叫好朋友啊？
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，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，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，此之谓好朋友也。是，听着好像很雅致啊。那这明天没有饭了就。很多人不愿意听，太雅不行，但太俗，太俗也张不开嘴。太俗怎么还不行啊？我们俩好朋友，在这俗着怎么说？我们俩好朋友，所以他、他吃食，我认为他很厉害。那本身就是很厉害啊。如果我们两个不是好朋友，这回呢？他吃屎啊，也很厉害。废话，哪是这么比的？反正你吃屎就觉得很厉害。没，不吃那玩意儿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俗中雅，雅中俗，是简单的俗就是很高尚的雅。当然，争竞这个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喜欢就好啊。嗯，那个谦儿哥在我心中永远是那个，不敢说到圣人吧，但最起码来说。可圈可点的这么一个好人，您这太捧我了，真的啊！我们他结婚的时候，我在云南拍戏啊，我说我得请假，于谦结婚，人组里说你走就得罚钱，我说罚钱我也得回去，就这么好的好哥们儿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必须得赶回来，嗯，回来他，哎呦，没想到回来了，嗯，我说多新鲜呢，一年一次是不是？啊，一年接一回。我这太频繁了吧！我这个结婚，哎呦，这边坐着他父亲、他母亲这边，嗯，哎，呵，老太太挺高兴的，是吧？高兴，儿子结婚嘛，可不。老太太抓把瓜子儿跟那儿啊，你瞧我妈这闲了劲儿呢。老头跟那儿踏踏实实的，是吧？看着这几个女服务员，哎，好，他馋了，他这什么两口子这是？这边女方我们看着肃然起敬，他们倒没事儿。老太太坐在这儿，她岳母。哦，很端正，老太太、哦、教师、哦，老爷子是大学教授，你瞧瞧，他岳父戴个金丝眼镜，这不一样，头发梳的，西装领带，对，特别安静。哦，看这边，哎，好嘛，一会儿他岳父讲话，好家伙，我都看点哭了，讲什么话了？他岳父，嗯，谢谢大家，哦、今天我很开心、嗯，我要先给于谦先生鞠个躬。给我鞠什么躬啊？我唯一的女儿今天嫁给你了，哦，以后你们就不是小孩子了，嗯，希望你们好好过日子。嘿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可能我会把她宠得不像样子，哦，日后过日子如果有个对不对的，嗯，说的话合适不合适，请看在我的份上宽恕一二。你瞧瞧，感动的我们就这个老爷子，人家那个岳父，你看意思就不一样，有文化。当然结婚之后，谦儿做的很好，我也不错呀，对得起他岳父的这番教诲。那当然，就所谓的出轨吧，比如一回两回，那个、其实说句良心话，哎，没有，这地方别含糊，什么时候出轨？就是比如洗头房是去过一回半，没去过吗？不是刚说完，一直是没去，这怎么着？后来不是那嗨、个哎，倒霉洗头房上了，怎么了？洗头房那块要拆迁。贴个告示，洗头房要拆迁、啊，以后再来，大姐姐就不在了，赶紧来，不来是傻子。你看，我还是想那大姐姐呢。你看她叫要进嘛，这啊得去啊。哦，到洗头房去了。嗯，结果警察叔叔来了，就给她弄走了。你瞧赶的那个啊，弄走到派出所，好家伙，那蹲着一溜啊，全逮着了，都各式各样的跟那儿。嗯，警察这么大岁数，你说打电话吧。打电话让单位来人来接来，让家属来接来吧，丢了人了都紧张。有的那个媳妇来了、嗯、进门又哭又闹，哎呀，有的单位领导来了给带走。哦，谦儿跟这嘀咕，哎呀，正嘀咕，门一开，岳父进来了。哦，他来了。老头直哆嗦，气的金丝眼镜都快掉了。哎呀，于谦儿啊，嗯，我说你点什么好啊？我打你吧，我是念书人，我动不了手。骂你，我这嘴我不能说脏字儿。是是是，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嗯嗯，你对得起我女儿吗？真是，老头真哆嗦。嗯，警察也劝，啊、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对对，你们两个认识是吧？认识，压在一块儿啊。对，把他也关起来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就好挣钱。我第三次出现在舞台上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，我颜值高，高。第二，我谁退票？谁要退票？退去呀！票房早下班了，退去呀！我看这一片还要退票，你们买票了吗？这一片来了，真有意思，还退票，退不了啊，因为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。
想怎么样都行，就是不退票。你要觉得不过瘾，比如说你可以包我，觉得我可爱我乖，你可以包我，那就随便了，对不对？两块钱，你来，两毛。我看谁说两分，我看谁说的两分。讨厌，不要不要不要瞎喊了啊！因为我红，因为我膨胀，最近确实很红。那个，你看我说学逗唱样样精通，包括唱，我最喜欢唱。真的，我最喜欢唱。像我们后台其他的演员都不行，包括我师父郭德纲，唱的不行。真的，唱什么都是戏味儿。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师父上夜总会，上那个KTV。这样解释好很多，就是 KTV 去唱歌去，我师父点了一首歌叫 Superstar， 听过吗？啊，他是这么唱的：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，我只爱你。这英文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他不认识，所以说他不会唱。我唱的最好的就是太平歌词，现在可以，各位可以去。这你笑什么？郁什么？真有意思。我唱的最好的就是太平歌词，您可以。你是电，你是光。你看，摆平了。你看。不敢言言啊，不敢说话了。岳云鹏，我觉得你的表演风格越来越便宜了啊。没必要说这个便宜这个词儿，就是而且在这个台上，是你是找不开零钱了啊。你刚才说什么来让我听见了啊？就是不行啊。我怎么就不行了？你不要听那些女演员瞎说。我没提女演员的事儿，就说您唱的不行。哦，唱的呀？啊，那个无所谓的事儿啊。因为这个这人就不一样，术业有专攻，有的唱的好，有的唱的不好，这个很正常啊。啊，你说我唱什么唱的不好啊？就是太平歌词啊。你要死啊你啊！你要说芭蕾舞，我是来不了；太平歌词，我还来不了吗？来不了啊。不是，打你还说河南方言那会儿，我就开始教你啊。到现在怎么我不行了呢又？嗯，我现在也会河南方言啊。哦，你说了这些，你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就是我唱得好啊，我想跟您唱一回。怎么了？就这意思啊？听不出来吗？真有意思，叱咤江湖多少年了，这都不懂。我也是岁数大了，我跟你说啊。咱俩合作一回。谁呀？咱俩。你要跟我唱太平歌词啊？哎，你说的真是人话啊，行吗？你还会唱啊？会啊。因为这太平歌词是说相声说学逗唱里的唱。嗯，哎，我们必须得会这个。你演员在台上，一个是要会太平歌词，一个是要会那些个开场的小唱，各种小曲儿，这都是我们必须要会的啊。嗯，这也是从小在我跟前长大的。那你要愿意唱，咱们就来几句吧。你别太多，咱俩人唱一西厢好不好？好。西厢。好个屁，我不会。这个货呀，我告诉你吧，树叶过河全靠一股子浪劲儿，知道吗？这是个谚语，看见没有？歇后语，树叶过河全靠浪。你怎么能不会呢？这我是那个树叶吗？你是那个浪啊！可这个都说出来了。西厢是说相声要会的，嗯，群唱的小曲儿，整个用各种曲牌连起来，大约要唱全了一个半钟头，啊，而且这也有，你也甭好，这太多了，而且这唱完天都快亮了，炸油条了都出来了啊，啊，可以掐一点，大伙儿尝一尝。可是你要不会，我没关系啊，我叫人呢，
有人啊，这也是个技能。哎，来人，上人，会唱西厢的上来一个。唱西厢有的是啊。哦，来老来来来儿子，真正的德云一哥，我跟人家比不了啊，人家根正苗红啊。来来来，我认识这俩啊，我得给你们介绍一下。别客气，快来来来来来，那个这个矮，让他来这个。哦，给你来这个，快来，站这儿啊。这个更矮。哎，对。你都没个师哥的样啊。这个是我大儿子郭麒麟啊，这你们都知道啊。自从他减肥成功之后啊，我天天打开微博呀，10000多姑娘天天跟我说，爸爸您要注意身体啊。也不是从哪儿拎的，这是啊。这个既是我徒弟又是我的干儿子啊。想当年最小的时候，不点小孩，就是那个留小辫儿啊，那个京剧神童陶阳，现在长大了，艺名叫陶云胜啊。嗯，你师哥呀，说唱西厢他不会，他不会，他把你们俩叫出来，咱们唱几句，让大伙儿尝一尝啊。咱们也不会啊，那咱们走吧。别干了，事儿不早，咱回家吃饭去吧啊。一台不要脸啊！什么话这个啊？还把我爸放眼里了。行行行行，你倒给说实在了这点事啊。嗯，西厢啊是，我就兴奋太大了。这西厢是群唱的小曲儿。嗯，什么叫群唱呢？德云社演这个，好几百人搁在一块儿唱，因为这里边有主唱、单唱、拆唱、伴唱，什么都有。要光我们仨人也太单，这人也不够啊。那怎么办？你说你还？我给您叫一帮人，叫几个伴唱的吧。伴唱的，哎，有没有伴唱？伴唱有没有黑鸭子？来，黑鸭子。什么跟什么似的都是啊。伴唱有没有伴唱的？来来来，合苏的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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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来20人就够，多了不用。哎，闹腾的啊，哎，这个。就尝一尝就好啊，这都是我徒弟们，都是啊，来快来快来，都站好了。对，行，那个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唱一点点西厢的小曲儿。那我呢？他们伴唱。哎哎，你看你找一个特别合适的位置，好不好？好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咱们这样吧，因为都唱全了，一个半钟头也犯不上啊，怕人也听腻了，就掐一点儿。别来架子曲了，就是那个梆子佛吧。好，一人一分梆子佛，我唱太平年，后边来几句云苏调，你们跟着一块合书就行了。梁耀坤带着板了吗？来，打板就唱，开始。来，小琴童不消停，手挡着灯笼走进了房中啊，西洋宫啊，怎么样？功名就如山中哎，小琴童把话明，尊了声西洋宫，您了人家听，明日啊。怎么样啊？明日就早登城，早为登城，早为登城，亲内通说话欠点聪明，那功名好比浮萍的水，太平年啊，美貌的娇妻火化饼，念太平啊，不该来借宿，就在普救寺中啊，来只在花园啊，我们两个两相逢，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，太平年哪、啊、说话之间敲楼起了更啊，年太平，这是太平年。接下来云苏调，打起精神咱们一块儿。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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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普救寺僧人渡来送行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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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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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好难唱的这叫《西厢记》呀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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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，福寿康宁啊。都去吧，都去吧啊！岳云鹏呢？行，由于又是岳云鹏安排的，这段还不错啊，唱的不错啊，唱的不错。你学会了没有啊？为您点赞。哎呦，我学他没有用哦，我又不挑班。啊、什么话、那个？怎么一点追求都没有啊？挑不了班，这挺好啊。那个咱俩唱一个太平歌词吧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！我一定要满足岳云鹏的这个愿望啊！因为今天是20年大庆的太平之演出，这样。在唱太平歌词之前，我有个建议。您说，咱们两个唱个评剧怎么样？评剧？我不会。不会你乐什么呀？你这要死的样儿，避免避免尴尬嘛。哦，我不会没关系。怎么了？我给您叫个人。嚯、哦，你有找人的能耐啊！当然了，唱评戏的。哎，还有唱评戏的啊？有没有会唱评戏的？有没有啊？完了，没人，就是你吧。呀哈！你用那个矮的，哎，何苦为难自己？哥呀，你上这儿来吧啊！这都认识哈，你潘大爷，我大爷，大爷，潘大爷啊，不带骂人的啊，没啊，这个您来了啊，嫂子来了吗？来了吗？来了啊，你四下撒嘛哈，闺女来了吗？来了吗？啊，来了，来了啊，来了来了，闺女叫潘阳啊，可好看了。一眨眼，他都当了妈了，是啊，没错，就这个玩意儿，你倒是不嫌老哥，真的，逆生长，我发育的还不错，那就好啊。有人在外边问我说：“那个俩老炮台上聊这个，这你让我们也嫩一回啊？对，你让我们也我爱说点这个啊。这个潘哥，我们跟别人交情不一样，我们俩都唱过戏，对，都是同行啊。那会儿。潘阳小的时候，我最爱潘阳一句话就是：“闺女，我跟你爸爸谁个儿高啊？”“你个儿高。”孩子傻实惠啊，这童言无忌，真是的啊！但是这么些年来，我这看着你，怎么比那会儿还矮了又啊？有吗？你看他穿个内增高还这样，我还特意穿个平底布鞋。谁？咱俩把鞋脱了，看谁穿内增高、哎。你别，你脱鞋我都看不见你了啊！那个岳云鹏说要唱评戏，他不会，咱俩唱一个吧。啊，这样啊，因为我跟德刚，以前都唱过评剧，对，都演过小花脸，对。那个月月呢，他可能听评剧听的还是少，他听的少，我会唱，他会唱啊，会唱吗？评剧来两句，来两句，来两句，来。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只可以了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。更不许你可以了，你够了，孩子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没日子唱了是怎么着？你唱的跟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，我们说的是评戏，知道吗？我唱的是评戏，多新鲜啊！那我们俩聊天，你也别闲着，你不是能找人吗？啊，你去找俩拉弦的来、啊，找俩拉弦的，哎，有没有拉弦的？哎，会拉的可有的是啊！不是，你说清楚，得出音儿才说清楚，拉什么？哎，拉。拉弦，拉弦，拉弦，拉弦都来，跟那边坐着啊。这边，这个其实我好些年不唱了。您有日子没唱戏？我有35年了，差不多没唱。真的呀？要不咱俩走吧，真的。不是上来了多丢人呢？好几十年不唱了，就跟俩外行是一样的。对对，差不多。啊，但是弦都来了，钱我都花了，也不可能再退咱们了啊。那个要把他人撵走，把弦留下。哎，对，还是你比我会过日子啊。那你唱几句？这样，我唱6句屠夫状元里的一首一段一小段、啊、完了你呢、再给大家再唱几句，别的行，因为这个我跟大伙说一声啊，我们这唱戏啊，这个分官里和官外，没错，以山海关为界限，官里官外，我是典型的就是官里的唱法，他是官外，你听他那个音乐旋律啊，也很跳跃很活跃，还有很多比如说二人转的旋律什么都有，他们唱的比较洋气一些，我唱的这就比较传统一些，这是我们俩不一样的地方啊，风格不一样。哎，您各位也都尝尝啊，
那就那您先来吧。那我先来吧，好不好？我先来吧。你唱完，观众要是一翻脸，我好跑啊！你们好，跑。对对对，我好跑的时候就给你开门去啊！不是，先给我起个调，先给我起个调。唱什么调门啊？嗨 C 啊，行，可以。多嗨都给你给塞进去啊！多嗨都给你塞，行吗？我出哎。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啊，好，再来，低不低啊？不低啊，不低，可以，不低啊，行。我出门三天又凉，有点低。我就有点低，哎，等会儿别拉，别拉了，你孩子，行了，低低点，咱们给它涨点，涨点，涨点，涨点啊，因为这个好涨吗？好涨，好涨，好涨，没问题啊，嗯。我出门三天又两晌哎，挣三副猪大肠啊，头蹄下水心肝肺哟，连帽带草两的宽哎，虽然劳累我心欢畅啊，杀猪的赛过状元郎。哎呦，跟刚才不一个调是吧？啊，哎呦，没想到，真是啊，都高了，高了，高了，玩我？没，这个，真是那句老话说的对哈、啊，这个驮老婆高升，真是。这跟从老婆有什么关系啊？就真行，我没想到。我前些日子我们录那个《欢乐喜剧人》的时候，在后台我听他说啊，有点哑。一直没好。又拍戏干嘛的？调门不够，挺难受的。就是您喝出去了，哥啊，来喝出去了。我也别太高，我救护点吧啊！我来来来，咱们我唱一个，唱一《刘云达母》，我也唱什么就六句八句就够啊。来，你说比古今。有句古人说端详，昔日有过小寒心，九里山前活埋了娘，九里山前活埋了母，后来做了三齐王，别看我刘云能打母，我后来一定做皇上，我若登基做了爹，高升妈你就是啊兄弟，你真行，你这嗓门啊，这家伙赶上叫驴了都。哎，你夸我这是啊，特别亮。俩是一个叫驴，一个驮老婆啊。咱俩搭着一块上庙会上唱去吧，准挣钱啊。得嘞得嘞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您辛苦了，您辛苦了。谢谢你们，他们都走了，行，别客气了啊。找机会咱们来出全的好不好？行，可以啊，小月。哎，会了吗？我学他干什么？我来。啊？不是你不让我上来，不让你不学评剧吗？我不学。你不学让我上来干啥呀？哎，他就是玩你，嗯，没事。哎哎呀，不，怎么样？仗着腿短踢着不疼。踢那么高，踢我腿肚子上。